可以，哇塞，很感人。这怎么办？他会跑到里面的。我来，我帮他方便。他可以帮他转。
OK， 好，谢谢。这条线在这边好吗？可以啊，那条线会觉得很开心，就是、你不要对那条线不理解。就是只要他不要跑进去就好。没关系，他跑进去，我们今天就在玩现场找麦的。哇哦！不会啊，这样应该那只麦应该会觉得有一种荣幸。对，现场找麦，谁敢找？你自己、啊。就是我们就网络上直接请人家来找麦。哎，这台是什么？放肆。嗨，我是申婉婷，一二三四五六七，可以吗？可以吗？直播倒数，三二一。对。Shifley。有吗 ？Shifley。真的啊，那么快？是谁？那我的有开了吗？帮我们做传媒，然后他们也可以从你那里看。好，对，130我给播个三场。粉专这礼拜才开。哦，其实你也懂。懂。耶、yeah, 欸，可以讲话了吗？欸，可以吗？好，欸，安安，欢迎大家来到安安大明星。今天大明星是曾婉婷。Hello， 我跟你说，就是从有安安大明星，我要先说，你说，对不起你，我太晚来了。真的，你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你邀约我很久了，但因为你知道我很忙碌的在各国，我懂你在各国，而且你还要去办案，而且你还要去。
演奏小金，对对对，都没有空，所以就是现在赶快有时间就来补偿你，真的好好一定要来补偿，你要什么我都依你，真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对，而且还有人带一大堆，就是知道你要来，哎，可以先说吗？嗯，你说一说，为什么一个女生，只是在那边喷东西洗头发？可以有19万人看是什么事，然后今天就有人莫名其妙就寄了一整箱，说愿意送给粉丝朋友，是这个吧？对对对，拿错吗？没有，所以他是这样摇一摇，他送给大家哦。他就说愿意当礼物啊。哇，这么好，那你们有福了，赶快来抢。真的吗？可以吗？对，那我们等一下再看怎么送，所以这没有错吧？没错，没错，没错，还可以吗？这现在很红哎、欸，我知道，就你啊，就你把它搞红的，不是这样吗？这怎么念啊？我也不会念，好随便。Shifling、哦、真的吗？对，它现在就是很方便啊，因为夏天到了嘛，很容易头。哎，这样好像我们在自录、欸，不要啊，对啊，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但是你造成大家都不洗头这件事情，我没有让大家都不洗头，我只是说大家外出的时候方便。没有没有，他们在下面留言都是这样子，然后还是婉婷代言香香的，我真心觉得大家可以镇静一点嘛。好，不过郑婉婷今天来就是网络上就是一片期待的声音，然后我们安安大明星就是刚开了自己的粉丝专页，那也有这个荣幸请133万的女生帮我们今天可以招募一下婉婷的粉丝呢，赶快加入安安大明星的粉丝专页好吗？你就可以随时掌握婉婷的动态哦。婉婷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安安大明星这边开一个类似这种副刊版，然后我们负责把它转过来，对，要按赞。真的，赞赞赞赞赞！有有有，这是我女神好朋友。一般来说，这你已经不是仙女下凡的状态，你现在叫女神出巡。出巡是一种妈祖的概念。有有有有，我们刚才说沿途其实都有设一些香案，然后大家平时，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我不要跟你讲，这边啊，那边新闻网那边，有一堆可爱的网红妹妹，他们今天都拿很多的物品。希望能够来类似像贵品会的感觉，看看自己可不可以成为下一个女神。但我是觉得他们的东西都长得有点奇怪，不过这个东西都还是可以，真的还是可以玩。哎，不过首先我还是要先那个跟广大在网络上你的好朋友们来表达一下，我们也不好意思。昨天就是啊，没有啊，就我都有去 follow 你的粉专，对，其实看你跟粉丝的互动也是一种疗愈，对，因为你好白烂。不是，是因为我太真实，好不好？你知道现在要找这种真实的女明星不多了，嗯、真的大家怎么样？嗯，很漂亮，什么？我不是走这种路线的。对，而且我今天心机没有得逞。那是什么？就那天他们就说：“哎，婉婷来，那你知道这个节目就是小本经营，我们没有妆发费。”我知道啊，我都自己付的。我懂。但我们其实是想要你素颜来，你没事带妆来干什么？哦，是哦，啊、那你早说啊，你下次要讲清楚啊。我想说，你第一次来你的节目，我要慎重打扮。有，你还有去借衣服，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啊、但我们其实我原本是要就是你知道，就不要穿或者穿个泳衣来，对 对, 對, 對，就是这样。你在粉专站，但是你看，我还是要经过公司，而且你今天這樣我怕被经纪人阻止。不用，不要理他，他我们可以不要理他，我们的交情。而且你流行就是没有。下半身衣服不见了，但你今天有，我觉得不开心，是不是？你今天这样整个太隆重，太隆重，我觉得这样不应该。然后你昨天跟他回话真的很好笑，有人就说，信义哥啊，梁信义哥，他说不要这么晚好吗？然后你的回复让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对啊，对你说又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在事实上也是这样、啊、我没办法控制啊。真的啊，你真的很好笑哎、欸啊，但是真的很，婉婷姐姐在第几台啊？这个更妙。对，那你的回复你还记得你回什么吗？因为他不是电视台，没有第几台。真的耶，你都还记得你回了什么？因为这就证明真的是我本人在回，我的粉专从来不用小帮手，一字一句全部都是我自己回应。然后可以感受到你的幽默，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不是就是会觉得我干嘛一直在呛粉丝？不会啊，是不是大家比较喜欢就呛你吧？而且你都很愿意回那种就是有一些比较尖锐的。对话，问题吗？你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哎，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我真的觉得神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今天也很认真的去挖出你2014年上的滑流，哎，我跟你说，就是全世界大圣这一本在滑流的库存，我家也有，我家也有，你家有，但是你家有是你家的，对哦，但公司都拿来设飞镖，不要这样，载歌在上面而已，但是旁边还有一本那个比较性感的，哦，性感的，对啊，你喜欢拍杂志吗？当然喜欢啊，我觉得这个会让人家有另外一种感受的曾婉婷，因为我很喜欢让人家看到不同面的我，
对，那在戏剧上面，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比较着重于演出，所以就不会把自己就是装扮的这么完美这样子。对啊，就常常会夹根菜在头发啊，然后被丢菜啊，丢鸡蛋之类的。多少事而已啊，看你在 cosplay， 或者有个鸡在头上、啊。有这个比较厉害，这个比较厉害。对对对，他、啊、会那个会不开心吗？不会啦，那都是戏剧的呈现啊。真的，然后人起来会改丢吗？还好还好啊，那对，现在都很轻松，当时就咬牙切齿哦。不会不会，然后大家其实都是现在就是婉婷在算在小小让你休息一下吧。对，大家也说啊，一家人为什么没有做完题？对，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觉得，好，我们今天尽量不要问一些我们不能决定的问题。是是是是。那我们问一些你可以决定的问题。好。所以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在休息的时候。接下来哦，就是还是大家知道我爱旅游嘛、哦，所以我还是不会放过旅游这个问题。真的，没有要放过旅游这件事。对对对，没有要放过他。那你愿意偷偷告诉他们你要去哪里吗？其实就是仔哥刚回来的地方，这样很明显了吧？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要组团去就好了？因为我们感情不好啊！你看他骂我，都拍两个阿花照，有没有？三八照。那你有什么要回应谢长廷的吗？嗯，没关系，我还是很爱你。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很假。我在那个公司这边，真的有好多人都看到你啊，都有一种不敢太靠近，其实，我对，为什么？我说，因为我的气势太强了，是不是？然后我平常又不笑，就很难亲近的感觉。我一定要解释这件事，我有亲眼见证过曾婉婷在背很长的剧本、嗯，然后其实她想跟我打招呼，但是她是用类似周小金的表情跟我打招呼。然后这一个臭脸这样走过去，我想说，小姐，我好失礼哦。不会不会，我觉得我好荣幸哦。你在背剧本的过程当中，还愿意这样子，对，花一点点时间。因为当我在投入戏剧的时候，其实我会比较不喜欢分心。对，像我，工作的时候，我从来不准我的朋友来探班。哦，真的、哦。对，因为我会觉得我需要就是专注在这个氛围里面。是。然后我也不太喜欢跟人家聊天。然后我喜欢就是看着剧本，然后去揣摩我当下的心情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他很酷，他不好亲近啊，然后都不跟我们讲话，不跟我们打招呼这样子。其实就是我在为我的戏前做准备。真的啊，你背台词有什么诀窍吗？诀窍？你以前很会念书吗？就是因为小时候不读书，长大才来背书，你知道吗？我一直都是这样讲的。对啊。啊，所以起码就是谈剧本。也不会有什么太辛苦的地方。现在比较能够驾轻就熟一点。然后长大背书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对，就是我妈常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厉害，这么多的台词你怎么记得得？但是我就说，我现在除了记得台词以外，其他什么都记不得。是，我这边还是有一些，就是你知道，记者还是会想要问一些就比较记者想问的问题。OK。女神，请问你的理想型的情人是什么？我已经回答到800万次了。就是一定要孝顺哦，好不好？然后呢，因为我有恋父情节，所以呢，疼爱我要像疼爱女儿一样，要让我开心。因为我本身是不会制造笑话的人，所以我希望另外一半可以带来我很多的欢乐，好吗？可是你已经很幽默了耶。就是我跟朋友，我跟朋友跟情侣伴侣之间又是另外一样，对，又是另外的人。不同，你跟我们的时候就是轻松愉快，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非常的欢乐。对对对，但是伴侣我会比较希望，对我会比较希望他是能够给予我比较多的人。那你配合过的这么多人，有一个理想型的状态比较靠近的吗？就是仔哥了。谢成君很容易在、等一下，仔哥的粉丝会不会很怨恨我？就是一直在跟我们仔哥告白是怎样？每次他们没有没有，我们是兄妹，配对成双，就对他们来讲，这也是一件让他们愿意很开心的事情。记者又想问了，如果啊没有演，如果今天让你去演偶像剧的话，你有想要演什么角色吗？其实我去年有去客串，对。然后跟曾沛慈嘛，所以也觉得对啊。然后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 team 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一直不局限自己在某一个区域。对，所以我就觉得多方面去尝试很好。你是真的是感觉是可以跨界的，就那么多人。其实因为我本来也就是偶像剧起来的啊，只是说因为大家喜欢在那个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你，就让你。
常常来演这样。对对对。就一个礼拜一次，他们太想念，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什么东西啊？好，最后一个问题是啊，请问如何保持身材跟脸蛋？这是他自己想知道的吗？身材哦，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就是淀粉类的少吃。真的吗？你不吃饭哦？我不太吃饭。那你真的喝水吗？水其实大家就是养颜美容的方法就是要多喝水，但是我自己本身其实真的不爱喝水。我觉得身材这件事就不用多说，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问别人说身材怎么保持得很好，对，也是给萌哎。对，但我们可以问出怎么让自己这么漂亮。那就是 follow 婉婷的脚步好不好？婉婷用到的你都要用到哦。真的，我个人认为你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钱。不要这样讲，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好好好，我们是我们已经待好几年，就是一个代言女王的概念。然后没有，就是谢谢大家的爱护。而且我有看到她在，我就直播里面啊，或干嘛在那些影片，也都会亲身去。对，因为敬业的，连这件事不是我一直坚持一点，就是如果自己本身不会喜欢的东西，我怎么敢去推荐给大家？而且我觉得我一直告诉我身边的人，就是路是长远的，就是如果说自己不认同的商品，我绝对不会去碰。对，所以这样太严肃，太严肃了，对。轻松点，轻松点。对，所以我就觉得粉丝会对我比较信任，是这个原因嘛？有啦，那其实大家看婉婷的时候，就有很多种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象，你希望他们把你想成什么？把我想成什么？对啊，就是有人就会觉得说，比方说看到现成剧就会想成男朋友，哦，或是想成住在他家隔壁的老王，卖羊牛肉面的啊，或干嘛，或是开咖啡店，你希望他们怎么去？怎么来想我？存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还是任何角色你都可以就把我当情人啊？对。是不是很好？好，那你会提供给他们？好老实哦。那所以你也把粉丝当情人的概念？对啊，你看我对他们多疼爱有加，有问必答。我就比较当像儿女，会吗？都有认真在回复他们，小孩的期待就是妈妈爸爸都一定会有那个正当的，就是跟他们有互动。我真的很喜欢去看你在跟他们。互动聊天的过程，然后我也觉得粉丝很容易在你的身上找到别的焦点。有人就说。请问你在直播淡班的时候，手上的那条手链去哪里买的呢？你看是不是全身上下他们都不放过？对，所以我就心里想说，然后我还会默默回。我跟你讲，这还不是最过分的，哦、最过分的就是你的指甲，可不可以拍近一点的特写给我？然后你就立刻拍给他们。对、啊，我就二话不说，然后手机拿了我就拍照，就上传。今天有人想要看什么？好，女神就是女神，穿得很漂亮。今天的衣服也是，是不是还可以吧？不是还可以而已吧，应该是好的不得了吧？请问你有在学游泳吗？学游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会游泳吧？我很爱游泳。对啊，你这问什么问题啊？好，请问你会游泳吗？当情人，有人在害羞了啦。对啊，谁在害羞？就他们啦，你也不用管他。但有人说，我觉得你应该是我下辈子的老婆。你有想要回应这？为什么不是这辈子呢？那我这辈子要找谁？郑婉婷，我觉得你这样回下去，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继续跟他们来做这件事情。是，这样他才会开心啊、哦！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喜欢我们的人开心。那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哦、请问你大概在几岁的时候知道自己很漂亮？我一直都我真的不是虚伪哦，我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是漂亮的类型、哦、的，但是我知道自己要很努力。怎么了？没有，你知道我们这种节目就是穿紧，会是穿帮是不是？我就是要露给他们看的啊！为什么要遮？没事没事，没有了没有了。大家太开心了，就是觉得你看我们直接、哎、没有啦，里面有裤子啊，就是大家不要想象太多，不要这样子，情人用想的就好了，不要自己在那边有画面，对对对对，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对，哎，漂亮对你来说要怎么定义它、啊？我觉得心理漂亮最重要。你有。因为现在说实在，科技这么发达，你随便什么，你只要有一点本钱，你就可以让自己变漂亮。但是心漂亮这种东西是装不出来的，而且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跟光芒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越来越多，多什么？就是很漂亮啊，漂亮到已经收不出，收不起来，收不出来了吗？对对，就是很厉害。但是郑婉婷的漂亮在于她喜欢。各种表演，然后没有再跟你客气的，
接下来我们哎、欸，我们那个影片可以播吗？导播大人，就是不好意思偷一下你粉专上，好、啊，好啊，最近很流行的，大家讨论的一段影片，好，好就是三八阿辉啊的影片。哦，阿辉吗？你对阿辉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那是谁歌曲的、啊？没有啦，其实是我自己先 po 我私人的粉专、嗯，私人的 FB， 是，然后仔哥看到，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自己取名说阿花照、嗯，三八阿花照，然后他就用我取名的去命名这样子，然后想不到就被人家觉得说，哦，仔哥攻击我说什么三八照什么的，嗯、对，但不是这样。因为他说的误会自己出来解释最清楚，就是不用让别人这样讲。但是我们今天要把那个阿花影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大家网络上讨论度很高，他们一直认为你在用身体的语言告诉他们别的事情，他们说这里面有隐含着猜字的问题。你知道女神带给大家就是无穷尽的想象，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段影片吗？哎、欸，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在这里 Q 影片有一个桥段是老梗，就是怎么说？要麻烦你学一下。好好好，这样可以吗 ？OK OK OK。但是导播 tempo 有时候跟你跟不上，因为你女神她会晃神，所以你可以先对着你要的镜头做一次，请看。不会，我绝对跟得上她的脚步。所以你们决定一次就好。OK 的。导播有准备好了吗？相信我。摄影姐姐有点替导播连把冷汗。不会，导播 OK 的。那我可以请你就做完这个 pose 之后，尽量定格，好，继续展现你的美貌。没问题。因为导播一定会晃神，我一定要一直凑她，但是我。你好了吗？我 OK 咯。好，我们要来看影片哦，请看。哎呦，是不是？是。哎呦，好妙哦！其实我们播完这段影片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帮你拍的？我两个女朋友啊。哦，对啊，我们三个人去垦丁旅行。对啊，去垦丁旅行的时候，然后为什么会愿意做这么美妙的？因为我们一人来一段，就是大家轮流，但是我当然只会 po 我的、啊。我当然知道，你的朋友会更夸张吗？他们也没好到哪里去，也是。但我们有一个三人合体的，我差点拔刀、啊、就是差点掉入泳池这样子。但是就是，哎，碍于他们两个不想要公布他们的，要不然怕被肉收这样子。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婉婷在那个网络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一直以来都让我们觉得哎非常的亲民、嗯。这是你一个非常无法取代的。哦，对，不要无视，因为姐没在怕，真的。然后你的东西就越来越是夸张，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很冒昧的想要跟你有一些请求，是是，但这不是游戏、啊，这是一个是我们称之为女神的特训班。特训班，所以我要训练他们的意思吗？是，就是展现出一副你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哦，你训练他们，他们也要能够跟得上你的脚步。你知道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一个 人，但是你也了解，就是他们看到你应该也没有在学，他们只有一直在录。也是。那你期待这里面会有什么事情呢？你觉得一个女神要会做什么事？应该要学会自拍什么之类的吧。那个等一下节目最后会有，所以那个不用教。哦、真的、哦？那我要抽喽。千王哦。千王到底什么？我不想跟你说，好像是这一支。真的假的？哪有那么准的事？真的。啊，这不是千王，哎，这这么，哎呦，这很简单啊。对啊，谁做的啊？他啦，很无聊哎、欸，你懂不懂？霸气手台布，好，霸气手，哎，随便啦，你说随便，哎、欸，不要那么随便好不好？不是，我想千王，我把六只抽。我们那个做签的人也很辛苦哎、欸，你不是要要对啊？不是要走台布吗？下半身也不见了吗？是是，那个、你看有透明哦。好，我要往哪走啊？你就可以往那边走、啊，好好好，来喽，走回来自己的那个。现在是名模曾婉婷在为我们展示她今天的服装。OK， 不好意思，姐就是霸气，姐就是霸气，是不是？你有受过一些什么台步的训练吗？没有哎、欸，我就是不够高啊，我就不是模特儿的料。怎么了？不过你很高了啦。我没有，我没有170啊，就是在我们对伸展台来讲。好啦好啦，你是说腿长的部分？对，OK OK。你有量过你的脚长吗？没有哎、欸。可是你脚真的很长哎、
好啊，谢谢。好啦，我们赶快抽下一个。我觉得他不想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想要看那个问题。哎、欸，有没有艺人一直要求自己抽签，然后赶快那个？没有，我们通常就是今天做六支签，然后反正你来，就你坐着就好啦。我们其实也可以不用一直讲话。啊？什么？什么意思啊？哦，刘德华的电影啦。好啦，这是一个就剧情片的概念。嗯。他说，在拆弹专家里面的桥段，就发现炸弹已经无法远端拆解了。只能够牺牲自己留下来，要跟同伴演一段生离死别啊！这么悲哀的没有没有哎桥段哦哦，不要解读是悲哀，那是应该是壮烈，真的哦。要有一个你自己的 feel， 你现在是一个拆弹专家，嗯，但是已经发现无法远端拆除，一定要到现新一点的地方。帮你讲，你要来一个正经版的还是？当然是搞笑版啊！你今天来是要疗愈大家，你今天演什么正经版啊？你可以把我当成谢振军，干好。啊、你要演台语的还是国语的？都可以、啊。就台语的好了。啊，好。阿、啊、叔，嗯，哎、啊，咱得家己来吗？嗯。啊，我做紧张的呢。卖紧张。因为家。所有的代志，交给我处理就好啊。妈，你讲，那这会离开这个所在。我跟你讲。你讲。这件代志，嗯，就交给我。卖啦，这炸弹会崩伊呢。好好照顾我出来的啦。你唔通安尼讲，崩伊。都拢无影嘞，行这么早、啊，就拜托你啊！唔好你讲，袂使，谢长军袂使，干了，钟婉婷留落来，你稍等一下，救人啊！啊，卖走！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哎、欸，但我也可以跟你配合乱演，这样还可以吗？可以，哎、欸，非常好、欸，哎，你怎么不报名演员班啊？不用啦，就平常这种事我也做不来，只是遇到你这好朋友的时候比较可以。FB 的粉丝在砸点，我看买的东西、欸欸。对啊，他们比较不开心嘛，比较这样不开心。那、我也不开心啊。不会啦，哎、欸，女神很适合这个主题哦，那是上面那个主题耶、欸。我也好想看他们在讲什么、啊。你看，你看，你看，霍丽华。好。你不敢空冷呀，好啊，他们都最喜欢叫你叫我叫啊，我们要送礼物、欸。哦，他们有点 delay 哦，要送什么？啊，让家来让赏啊，我们还可以送你照片吗？可以啊。然后我们等一下，那我们今天可以先教他们怎么。那他们要怎么拿？那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先抽下一个，我来想一下怎么拿。好，那你等一下再 Q 他们哦，他们在线上等你。哇，真的很开心，选我选我，看我看我，超适合。你做什么他们都 OK。嗯。干赛。可以啊。啊，真的吗？可是你要有歌词，因为我是出了名不会背歌词的女生。啊，你有远视吗？啊。有老花眼吗？没有。哇塞，真的小的可小的可以耶！我今天也是这样想跟他讲，是想要整我吗？他大概印那种八级字给我看，我真的想说这个同事可以不用来上班，真的，是不是存心给人家难看？那需要一个怎样的 tempo？ 嗯，不用，清唱就啊。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佛朗明哥的身影悬在窗路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激情，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回柏林前的身影，只有孤单变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原型。好啦、啊、，Thank you。好，现在大家在上班，不好意思。干嘛？干嘛？我看看网络上有回应吗？网络上有在拍什么？女神唱歌很好听哎，女神唱歌很好听，这是当然的、啊。没有啦，那是谢谢大家包含。啊？歌路是哪一种？我的歌路很广哎、欸，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啊。比方说， you know, 因为我也不是走正经路线的，所以什么我都很 OK 的。天哪、啊，那你有、你有考虑过想要那个做什么样发片的计划吗？没有，真的从来对对对对对。哦，这就是一个兴趣，然后就是出去场子，就是大家开心可以。对啊，我只是觉得就是大家开心好玩就好。我、哦、喜欢你这种态度哦、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很喜欢就是。跨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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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都觉得不要，我觉得专心做好一件事比较重要。嗯哼，难得哎、可是你是全方位啊，全身上下都钱哎。你不要再抽这件事，没有这件事。我想让你抽那个签王，都抽不到我。哎、欸，我都快抽完了，我该不会每一题都要做吧？时间都已经过了半小时了，不是每一题都要做吗？做，拜托啊，就拜送我拜托你。签王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吗？对啊，什么都能聊。嗯
那要聊什么？我们刚才不就已经在聊了吗？是跟我聊啦。那是跟谁聊？跟他们聊。Oh my god！ 你真的很逼人呢、欸，你没有？你怎么好意思？没事啊，没事，就是我们什么都能聊，就那种感觉。然后你要把他们当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比方说你。你这一趟其实，我先拿这个是一个握寿司。好，那你接下来不是要去旅行？对。然后他其实是跟你十年不见的尾鱼握寿司。嗯。你这次其实就是想要去跟他见面，你要拿着他，然后很深情的跟他演一段思念朋友的告白，然后说你即将就要买飞机票去看他。好，你要演一个，就是自己来这样，什么都可以聊。或我刚刚收视率应该会掉，不要这样子，没关系，我们不在意，我们会把它剪出来一段一段的播放。我问，你要疗愈我们啦、啊，这是在现在六点多的时候最疗愈的事了。好好好，然后大家看到桌上的壽司，那我把它当每一个粉丝好了。好、哦、天哪妈，可是他是一个握寿司，不是粉丝。好，他是一个握寿司，你还是要跟他，他是握寿司。等一下，好，怎么了？你要叫伊苏西还是要叫伊苏西好了？好，你叫伊苏西。苏西，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放心，我很快就会去看你了。你也这么想我吗？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前一阵子我们不得已才分开，很快很快我就会回到你的身边，好吗？可以了没？我以为你要演那个搞笑版，这是潇洒爆没？没有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样，你最后给他深情的一吻，那个提供素汐的王美他更就是现在就是一个王美在王美在桂英会的感觉、哦，就是他们会放在自己桌上，是是是，然后这真的是他们自己私人的，是啊，是啊，私人场是私人的东西，然后他希望可以变成女神，所以他特别央求我做这一段。哎、欸，哇塞，那个这位王美朋友，你的那个握寿司这晚婷已经经过了，好，这是要怎么跟他对话啦？先生，这是你的新名片吗？就是要跟这样的哦，你叫娱乐三立娱乐新闻呐、啊，这样子。你现在是已经在做反转给我看了吗？不是，我哪敢，我只是在做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比较蠢，但这次可以轻，就是愉快一点。哦，那是帮他做一个介绍，跟由你自由发挥，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哇哦！娱乐新闻，你好吗？哦、oh, ，你好开心的样子哦！天哪，哇，你整个质感超好的耶！是在哪里做的呀？啊？啊，真的吗？哈哈，不要这样啦，不要告诉别人。嘘。好好好，我知道。我不会跟别人说的，啊？建恩哥怎么样？怎么？好，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这一段收视率会掉。完全哦，没有掉哎、欸，收视率正在往上冲哎、欸。真的假的 啊？大家喜欢看这种是不是？就是一个那种阿辉亚的概念，你是阿辉亚吗？我是阿辉亚。你今天阿朱跟阿花的照片有一万多人点赞哎、欸，真的假的？对啊。而且我就随便拿，就感觉就很开心。欸、你这样为难人呢、欸？没有为难你啦，我只是真的觉得。上台上怎么跟他聊天啊？没有啊，我刚刚觉得握寿司那就是今日的经典，所以没有，这是告诉我们说你就是个练家子。哦，对，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一段。在家里会这样吗？当然不会，谁会这样啊？就把我妈妈吓死是不是。不关心你的身体，我想要在家里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代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让你会有那个压抑。对，那可能真的要去看医生之类的。我们今天要送人家礼物、啊、我刚刚想好了，就是我们希望他完成三件事情。好，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先请他们在安大明星按赞吗？哦，第一件事情、嗯、你要去安大明星按赞。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tag 一下他的两个朋友。第二件事情，你要 tag 你两个朋友。然后第三件事情，只要告诉我们今天的大明星是谁就好。
好，第三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大明星是谁。这样很简单，这样子你就可以机会得到我的照片。对，是吗？然后等一下做完你就会现场选，这样可以吗？我就会现场选，现场就是选欸。现场先选可以署名的，还可以署名哦。对啊，哎，你来耶，署名一下。真的，好，可以吗？可以。那现场选几个？我们等一下看大家留言的状况。好，你人都来了，我们今天就是朋友来相挺的概念。你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发放签名照这件事情。我懂。对，所以很珍贵哦。有，我跟他去做那个活动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其实郑婉婷是一个乐意跟大家分享，但也是一个很爱惜羽毛的人。对，对不对？哎，为什么会对签名照发放？没有，那是公司的安排。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很多的那个珍藏你的影像。签名照就是不需要。也是需要啦，就是在某些时刻，有啊、時刻因为你越没有办法得到，你就会越珍惜，好吧？像现在这个时刻，然后我们就会赶快把握机会。对啊，我们就要请他记得要那个照片的人哈，啊，去按大明星按赞，然后要 take 一个你的两个朋友，然后再留言三个字“曾婉婷”，对对对，好，那就可以得到那个经验。好的，还是要玩？没有啦，就是那个。一定要聊一下那种感觉啊！噔噔噔！哦，这个好长哦，这是什么、啊？讲到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了。哎、欸，你对于那个成为一个在那个行脚节目里面，不是在那个玩乐节目里面啊，这么放得开，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去参与这个？我没有，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出身的啊，所以我也不会因为我现在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有包袱。那你那天被直击那个素颜的睡眠啊、那段影片，就是受到广大的好评哦。对，你可以回应一下那天，再回忆一下那天的状况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以前的节目，说实在，大家都会先跟你讲清楚，就是说，哦，我们可能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桥段哦，啊，大家就配合演出一下这样子。但这个呢是完全没有 say 过，然后呢，他就直接大清早凌晨五点，我永远记得，就冲到我们的房间，而且呢，我们房间是有锁的，但是呢，他把我们钥匙拿走了，然后。就自己冲进来了。那王晴醒来的时候，他就是以为我去上洗手间，所以他还讲了一声早安这样子。结果没想到进来的是宪哥跟 T 的他们，就我们大家都吓傻了、欸。那第一时间呢、啊，有些人遇到这种突发的状况，可能那个情绪会 hold 不住、欸，会 hold 不住，就突然间、啊、不会啦，因为知道是节目嘛。但是、哦、对啊，但是就是还是有点惊吓到这样子、然后会觉得好夸张哦，怎么会这样？没有没有，大家对你就是看完之后，你知道你就是有一种每个人在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那个角度都会不太一样。于是那天你的素颜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非常非常的深刻。对，但是我也蛮困扰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就是说。就是会质疑、就会说根本是 哪里像卸妆啊，就根本就是化妆啊什么、就是、然后还有腮红啊什么的。哪有？我就天哪，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那天就是素颜直播，也就是我的脸颊永远都是泛红的。对啊，所以你常常在直播当中就看得到素颜。对啊，宪哥说的很好啦，有些妆画坏了。那你的朋友你有跟我沟通过这件事？我好好跟我的化妆师聊一聊。真的，然后在这种过程当中那你有一些什么比较担心惊吓的事情？是真的？其实我比较罩门吗？我的罩门哦、你是说在节目中吗？我当然不会说啊，你要说了他们就知道、就是我们要不能把那个自己的底细掀出来就对了啦。啊、这种感觉实在是不是很好，对对对。那刚刚抽到这一题啊，我们哈拉老半天、这又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懂哎、爱玩客来到了大阪环球影、他就是要请你一个那个今天就是有一个行脚节目的概念，然后来到了那个三立新闻网跟 Vido 安安大明星、然后来这边介绍一下那个我们这里的那个录影的环境，但简短的开场就好了。然后你要去做一个大头狗的表情，大头狗的表情，大头狗就是这是镜头啊，然后你讲这么可怕、哪可怕，那么漂亮，我关你就近一点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懂、就是很靠近他，是不是？Hello， 我是郑婉婷，我今天很开心来到安安大明星。现在我要为你做一个大头狗，让大家截图。
好好好好，让大家截图。哎呦妈呀！不要这样子啦，我们那个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哎，现在人够多吗？不够，我不要做。我大概500多个啦，不是很多，跟你比起来有点少。嗯、不开心是不是，不开心。不要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新开的平台，所以呢，非常需要我们的女神来帮我们加油。我们希望姐，哎，你133万，不然拨个30000过来就好。我不愿意啊。我也知道啊，以我们两个交情，叫你拨个30万来，你应该也不会这么样子吧？ Okay, okay, okay. 我看一下，哎，谁进来了？我比较想知道他们想要知道什么哎、欸？你说他们没有他们，我告诉你，我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嗯、但从头到尾他们只一直在说好漂亮跟哈哈 哈，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跟我聊天的意思，是不是？哎、欸，我们还有别台手机有任何其他的留言吗？还没有，不好意思啊，就只有这个吗？啊，不好意思，然后大家都是赞美。你的人生、哦、都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我就说你是神啊，没有人要问你什么、啊、他们看到你就好了。所以本节目今天非常了解粉丝的心情，然后我也觉得就坐下来就好了，就是其实今天也不用讲太多话，不然我们两个喝茶就好了、啊、那我们的咖啡呢、哦、咖啡、欸、咖啡呢啊，不好意思，没有了没有了，没事啊、欸、那你要去做了没？可以啊可以啊，就像是为了要领这个大头狗、啊、我跟你讲，但是他要的，他要的，他制作人真的哦，他最爱，所以他截图就对了，对 对, 對，他截图，然后他会放他手机。好，那你就走过去，嗨，我是曾婉婷，今天很开心的。Hello， 我是曾婉婷，很开心今天来到安安大明星。Yeah. 现在呢，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喽，一起收看吧。这样有够近吗？这样大头狗有够近吗？我觉得他就一直在看那里。真的啊，你可以再做一次啊，他们一定都说不够的啊。有啊，很近耶，你自己看。哦，没有看到。什么？就再做一次哦。你看，进广告。我是超近的，这超近的。这有吗？有啊，哎、欸，你一想说希望人家问你问题，他们真的问题都进来，但都只有一个問題。太近了，反而看不到。你看，没关系。女神啊，问我什么？会来马来西亚吗？是什么、啊？女神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吗？不吃的东西。对啊。你开始了哎、欸嗯，你真的很会哎、欸。不吃的东西哦，我不喜欢吃。嗯，我不挑食哎、欸，怎么办？我好像没有不吃的东西哎、欸。不吃亏，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挑食、欸。不吃鳖。哦，不吃鳖。不吃狗肉。Never， 永远不可能。不管叫你做节目的就直接退，对，现场摔麦克风，没错啊，这哦，你最爱狗狗、啊，而且砸制作人的头，一定要啊，你那么爱你家的狗。那曾婉婷，你的初恋是几岁啊？初恋啊？吗？18。哦，真的啊？18岁？对啊，很晚。他、啊、谈了几年？2年。啊？为什么分手？因为就是小朋友那种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啊然后后来就是在一起以后就觉得不适合。那你还有跟他联络吗？没有哎、欸啊，因为他现在有家庭了，我就不好意思、欸。哦、太漂亮對對對会造成不是啊？那他有告诉他老婆吗？你知道吗？你有问过他这个？没有问过哎、欸。对，那你们是青梅，而且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分开不会去联络的人。哦，是哦，嗯，那你有留他？送的东西，还是你有送他什么东西吗？我不会留哎、欸。那你有记得你送他什么？我那时候都没什么钱啊，哪有送什么？写小卡片啊。就是、对啊，顶多写写信啊之类的、哦。会问太多吗？不会啊。哦好，平和分手吗？还是有谁哭哭了？平和分手。这么好？嗯。18岁说20岁的时候分手。对。他去做兵吗？还是干嘛？没有啊，那时候都已经差不多当完兵回来了。哦，他退哦，你这样子、啊、哦，所以没有兵变的问题。没有，不是。啊，他帅吗？啊，因为他出国了，他就是去考那个飞机驾照。啊，他后来有考上吗？有。所以。我们只要再广泛的从技师去寻找，就知道会遇到我的前男友之类的。前男友是初恋男友，哦、初恋男友。那初恋之后的下一恋是几岁？下一恋就是23岁啊。啊，所以隔3年。嗯，对。3年，他、啊、是你追他，还是他追你？我从来不追人。不要这么拽。不是不是是这。无关拽不拽，就是没有就没有，就觉得对我会害羞。他也符合你说一定要像爸爸一样疼爱你的概念吗？
他有，因为他大我蛮多岁的。对，问出来一个，所以你可以接受最差最多岁差到几岁？十岁吧。差，如果超过十岁可以吗？真的很不行哦。嗯，十一也不可以。可是十岁应该就是差不多是我的极限。那谢成君跟你差几岁？宰哥啊，我不晓得哎，宰哥现在几岁啊？28。我们感觉可以说他的岁数不是被他打死吗？你在挖洞给我跳啊，来这一套。是你挖洞给我跳吗？没有吗？我在看。婉婷是怎？哎呦，这个好。每次见到婉婷，就像初恋。怎么进入演艺圈演戏？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演戏了，然后那时候演个丫鬟儿，丫鬟儿。第一个表演。凤淑杰是女主角。张凤书，然后还有江富健是男主角。嗯，那他应该想说那时候为什么去演吧？他们应该想要知道是为什么去，因为我被谁找去，我本身就是科班出身，对。然后我妈妈的朋友好像是朋友的朋友吧，就是制作人之类的，所以他就有看到我的照片，然后就想说，那你可以来玩玩看啊。然后我也觉得 OK 啊，反正我本来就是学这个了，然后就去小玩了一下，然后想不到他们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就把我留为固定的角色。哦，真的耶，真的也是很有眼光。然后这里有人帮我们回答宰哥几岁，我们看看就好。然后现场有人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不好意思，他说，请问这婉婷香吗？香喷喷，非常香，你闻不到，非常 对啊，没办法。曾婉婷想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看到你？我要怎么看得到你啊？他应该是叫你叫他的意思。现在最新有法、啊，曾婉婷，你有看到我吗？哦，如姐，有，这是我的忠实粉丝。对啊，他有没有很会？有，很会。现在不要再叫我什么叫我。对对对。但他没有了。你有如姐，你有参与我们那个留言？曾婉婷的签名照可以署名的这个游戏吗？啊，记得 tag 两个朋友。对啊，现在好像都没有人在玩。你们要赶快那个按赞，然后加。没关系，我们可以 tag 两个人，他们爱你就好了。要写曾婉婷，这样你们才可以得到照片哦。女神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这刚刚前面有问过了耶。举个例子来说。去看回放。好，你真的很懂哎。对啊，这真的会回放。OK， 我告诉你，它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节目，是不是？就让大明星跟在你的。那你还一直叫我做什么大头狗啊，什么一些？我说哎呀，有什么胖？你有在胖的吗？我是没在胖。对啊，我们就以我们两个的交情，我们可以。那你下次品客一直在跟我告白。那你 Love you， 品客啊，就是。就你朋友？不是，你可爱的粉丝。啊，你真的很玲玲、欸、已经完成步骤哦，他有去。好啊，有没有喜欢的男神？男偶像哦。男偶像哦，我最近觉得谁？彭于晏还不错。最近才觉得。也不是最近啊，也一阵子了啦。对啊，为什么？因为以前他完全就是比较邻家男孩的形象，然后最近看了什么激战？还是看了什么？就是他这一系列的电影，就觉得哇，没事在家里看。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孩了，对。然后把自己保养练得非常的好。那你有跟他有对手过吗？这是你第一次公开这样子表达。我没有跟他合作过哎。那如果有机会跟彭于晏演戏的话，你希望演什麼？你看现在男神张孝全，然后什么窦智孔，这些我都合作过。对，想要来节目，我原本对，哦，对啊，彭于晏呢？彭于晏呢？算，那你许个愿好了，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欸，搞不好他有听到，是不是？欸，那这样我们也功德无量哎。对，那还要感谢。如果有的话，我会包红包给你。喂，什么东西啊？那个首映会就好啦，可以吗？哎，开玩笑呢。如果你真的跟他演的还不错，你基本上你在我演在概念中是一个演技派的女神。嗯，希望可以有机会将来。你不要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先选两个那个送他们署名照片。好啊。但是你来选。好，我选。因为这种事情不要叫我做。然后你要往上滑，我有把你稍微 Q 回来一点点。简小川，等一下，你要让我知道他名字怎么写。这个大小的小，嗯，
然后川流不息的川，对，他有 take 两个人，因为对啊，他 take 两个，然后还安安大明星，然后曾婉婷，对啊，你有可是像我怎么看得到他有没有按赞？所以你如果确定了他们会去检查，哦，他们要去检查，对对对，然后他就来检小川，旁边经纪人很紧张，是这样吗？还没有。好啊，好可惜哦，有些人没有留曾婉婷，只有 take 人。对啊，他们都忘记那个。对啊。你看，女神容易让人分心。我们可以选几个啊？你想选几个？就是啊，那我想全部都选。好啊，那你就全部拍啊！就你选十个，就至少要拍十张。可是还要留后面大家还有分享的人。现在我们还是要署名的哦。何佩如。何佩如吗？怎么写？这个。哦，何，就佩服的佩。如意的如，人字边的佩吗？对，佩如，去查一下，再选一个署名的，怕你数到手太酸啦。王佩纯，王，哦，佩纯，嗯，好，哎，你还想选吗？嗯，再来两个好不好？好，哦，人那么好。17，因为他不准你送照片的，所以今天就忙起来送，是这样啊？是哦，啊，没事啊，他不会啦。我们今天就是走再来两个就好了啦。好啊，就是不断有人按赞跟爱心，感觉蛮开心的。啊，今天彭瑞玉哦，这是玉 吗？彭瑞玉，彭瑞玉是哎，欸，对，好，彭瑞玉哦，玉是韩玉的玉，国泰就是唐宋八大家有吗？有吗？有。最后一个咯。好，林怡杰，哎，所以刚。哎，欸，你人真的很好哎，欸。怎么样？你没有特别叫那种常常就是比较……我不会，我很公平的。而且我觉得我最喜欢我粉丝的一点就是他们也很明理，就是他们不会因为他们就是跟我很好或者是追了我很久，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不选我？你应该要选我啊！不会，他们都很体谅，他们都会觉得，而且他们很窝心的是，他们宁愿把自己的机会去让给。就是更多的人去认识，就是去喜欢我，是一个博爱做的概念，对不对？对，需要的人是真的。他竟然这样子，嗯，好，今天真的是让我觉得也非常的开心。然后曾婉婷在这边，其实我跟你聊天啊，心情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怎么说？就因为跟你很熟，对。然后其实呢，又很希望说在这边啊，可以营造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嗯。可是呢，又希望这里就是很欢乐的概念。是。然后我就想说，舒服就好了。对啊，你觉得还我跟你聊天是不是很舒服啊？你看我就是状态好像在自己家，有没有？有，差点没有这样做。没有，不是。然后我就会想说，你对粉丝啊，一直以来让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好像都会给他们很多观念上的哦， 对，观念上的导正。因为我没有要不要说导正好了啦，你希望他们就很。开心健康的在跟你互动，对对对 对，这是我跟你出去做活动，其实真的很感动的事情。嗯，然后曾婉婷就是超大方，对粉丝对任何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讲了一堆这种有的没有的，沉淀一下心情的原因，是因为本节目都有一个梦想版。嗯，就是曾婉婷进这一行多久了？这样不就暴露我的年龄了吗？不会，不好说就不要说。大概有不说。大家不用担心啊，维基百科上面都会有啊。没有啦，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的年龄几岁，让大家知道我入这一行有18年了。对，18年，就是你初恋的年纪啊哈，差不多。哎，欸，那这样不止哦，喔，大概有20年了。何必自己再加岁数？没有啊，我觉得这是我的骄傲啊，我一点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这都是我的岁月的累积。嗯，就每个年纪不同的曾婉婷。那你有设限自己不要拍什么角色吗？没有，从来没有设限。那你有想要几岁结婚吗？我一直都准备好我要结婚啊，但先让我找到人。那结婚以后你还要工作吗？我还是会啊，我是没有工作，那就结婚没关系，好，这样都可以的，我是这个意思而已。哦，对，所以另外一半就是千万不要阻止我，就是婚姻后不可以工作这件事情，那就。在理想型里面也是符合这样的状态。我们在这种吃饭的时间也不好意思太欢乐，你也让我本人一直走。为什么吃饭不能太欢乐？怕他们吐出来，或是他们喷饭。前面一大段已经大家可以。对他们想要更欢乐的状态，就是回头再看回放。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铺陈，进入了一个比较感性的时刻。曾婉婷以一个就是希望给粉丝很多正向
心情的人。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们，在你的想象中，我们那里有个梦想墙，你有看到？这个梦想是什么？最后就会把你贴在那里，这样。是哎，这很重要哎。然后你要写梦想是，然后最后再签真完题，这样。梦想是什么？就是这边写梦想嘛，对不对？梦想是努力追求你一直要干嘛或什么什么这样，我不要干扰你。然后这还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字。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重的那个意义，这样子。哇，怎么那么漂亮？梦想是，梦想是。这晚林黛姐梦想版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哦。然后欢迎大家那个大晚安大明星按赞，然后必须那个持续的那个分享一下。永远的二十岁，哎，你一定会遇到很好的另一半，他们真的很爱跟你互动，哎。对啊。怎么了？哦，吓我一跳。我今天整个人呈现一个，这边也有人来了，所以有些什么新的想法，是不是？这很重要。很好。好。我的梦想是有每天都很开心的人生。这个开心包含了健康，包含了家人，然后包含了好朋友，包含了婚姻，什么都在里面了。对，所以我现在觉得人生走到这个阶段，开心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对，其实你今天来，我心里其实是很温暖这样子。怎么说？啊，你懂？我懂，我懂。所以你再这样，我要哭了。我也是，其实对，我们现在不能眼神交汇，会很容易泛泪。因为你懂我，我懂你。对对对。所以我今天有一种。太温馨了。你不要再跟我这样子，我受不了。没有，你来我才觉得就是我太激情了，我受不了。你懂。我懂。他们不懂，谢谢你懂。放这里。好。做点开心的事，他们喜欢看，就是新闻会留下你的自拍，好，然后会有图文集这样。啊，天哪，我现在有点那个。你现在情绪，你看我的脸都红了，我眼睛也红了，我才情绪太高涨。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让我有这种感觉？他们不懂。能够在安安大明星看到曾婉婷，真是太棒了。希望婉婷每天都可以非常的健康跟快乐。好了，你们继续留言，谁要用他叫你的？然后我等一下就把那个留言板配拿给他，他就会一直滑，一直叫你们的名字。曾婉婷，祝你赶快找到白马王子哦！谢谢，我大概拍了800张有了吧？好，然后等一下只要留下3张就好了。好，今天真的是安大明星在这个时间，然后让婉婷来，我也是很开心。因为他开始有一个自己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粉丝专页。对。然后今天真的是好朋友来站台，真的，真的。要支持建安哥，像支持婉婷一样哦，好吗？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谢谢你耶，我谢谢你懂我的意思，不要再这样子，我要哭了。我也是，我现在要稍微收一下，我现在有点受不了。好，那我们就让他到这里好了。OK， 那你叫几个人？不要这样，你叫他們，我叫谁啊？随便你。哦，美娟，你他刚好，我刚好看到他，就叫我，玩着我叫我，好可爱哦、喔，美娟。嗨，美娟，真的，文通大华，好，叫到你开心之后，然后节目就在那个 moment 要结束。Vicky， 你也叫 Vicky， 嗨，真的很开心。大家看一下婉婷的那个手机 ，Chen， 谢谢你，你一定会遇到对的人，谢谢你。真的好，那你那个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一段小小的祝福，然后作为今天的那个好 ending 吗？对呀、啊，好，我今天。OK 的啦 ，OK 的 ，OK 的 ，OK， 好不好？好， okay. 好。那我现在觉得呢，生活每一天都很充实、很踏实，然后过得很开心。那这个开心呢，是要自己努力去栽种的。没有谁天生下来就富裕很多。你能让你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精彩，只有你自己可以办得到。所以跟我一起加油好吗？加油！怎么样？你要泪崩了是不是？對對對你帮我，那你帮我试试。
好，好了，谢谢大家那个对收看那个我们的直播节目，然后突然间有点那个好，好，昨晚听到。好，那希望很快可以再来安大明星玩。就是我们下次就是真的放很开的時候，对对对，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就今天这个约，就是因为从约的时间开始到今天到时间，然后这中间有很多的那个我们两个发生很多历程，共同的那个心情。對對對，然后因为婉婷真的，我们就是很在这里相见，可以让交有点交心，感觉其实真的。也很谢谢你愿意这样子这么相信我这样，然后今天可以来这里让我蓬荜生辉，哎，不敢当。然后希望大明星有更多的大明星，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样子。希望下次可以更欢乐，但是我喜欢婉婷温暖的样子。嗯，然后因为她带给我很多温暖的感觉，所以我今天想要用温暖的东西也送给喜欢婉婷的人。希望就是因为在那个网站上粉专上已经很欢乐，嗯，好，我一太多就会恭喜我，所以。班智慧的打开工，谢谢。好，然后今天节目到这边。好，然后让我再次谢谢曾婉婷的安大明星。谢谢，拜拜。我相信今天我们粉丝专业的成长应该会非常的可观。OK。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这段节目呢，会放在那个安大明星里面持续的、没办法看，赶快去看回看。对。然后下次呢，我们两个再安排新的状态，我们再来开一集曾婉婷的那个女神驾到。好哟。谢谢婉婷。谢谢，谢谢江安哥，谢谢。下次见。